Hello， 大家好。再一次欢迎易经来到我们活动现场，欢迎跟我们现场各位朋友，包括正在收看直播各位朋友打声招呼吧。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和我现在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艺兴刚刚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现场已经非常的热闹，开始沸腾了。这位有几个女士啊，我担心等下嗓子给破掉啊。淑女的形象可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她们很淑女的。她们啊。我们今天没有喉糖的赞助啊，只是有一些非常帅的非常好看的衣服给大家呈现。那我知道其实夏天结束呢，我们的艺兴也是结束了刚刚的个人巡回演唱会，对吧？以大航海为名的这样一个首次的个人巡回演唱会，对不对？是是是，还有 uncle 场吗？哦，可以了，淑女一点，这几位。开演唱会爽不爽？那个感觉应该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那其实艺兴今天来到我们活动现场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 HM 大中华区的男装代言人嘛，对吧？那来到我们今天超品的这个活动现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感觉怎么样？特别吗？感觉非常特别，然后特别开心，然后再看到大家有一丝紧张，然后对，因为最近一直在做音乐，都是面对的是电脑，然后可能是几个哥们儿在做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东西，然后弹弹吉他，但是看到大家真的很紧张，好久没有面对摄像头了，这样。一直都是沉浸在自己音乐的创作当中，今天看到那么多的粉丝，那么多摄像机位，有一点点不太适应了，是吗？有。刚其实，在红毯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就是艺兴的那种慌乱，说啊，怎么这么多？那其实我看到来到舞台上的艺兴呢，身上的衣服又换了一套了，是是是，跟刚才走红毯呢是不同的两套衣服了，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身的穿搭吗？这一身的，对，这一身就是来自于我们非常 amazing 的我们的 designer， 我们的 Angel Chan， 他把我们中国的元素运用在了设计上面，然后我觉得非常有个性，非常有态度，我很喜欢。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背面是怎样的？可以吗？哇，酷不酷？龙的一个刺绣的图案设计在这一件衣服的背后啊，旁边都是有加有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元素在里面。艺兴觉得这一套怎么样？平时会穿它上街吗？哦，当然当然。你平时穿着应该是比较休闲一点，还是比较简单？然后主要是自己舒适为主吧，然后自己还是要自己喜欢，然后穿衣服的话，不管多么好看的衣服，还是要跟自己合适。合适然后舒服，因为毕竟好看是别人看到的，那穿在身上它到底舒不舒服，它的面料到底是怎样的，还是自己知道。你得穿一天，对对对，你要是不舒服膈应的话，别人看了再舒服再漂亮，可能回去难受的是自己。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但是这样一套衣服应该穿着面料方面触感方面应该都是非常的舒适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也整理了很多的粉丝想要问你的问题，因为知道你今天要来到现场嘛，很多的粉丝都在留言，我们就挑了大概七八九十很多个问题哈，要在现场问到我们的艺兴。快问快答的环节来了啊，大家小本要不要拿出来稍微记一下。好，第一个问题是，你会偷偷的在微博看粉丝给你的留言吗？我光明正大看。哎，有一些不都是稍微看看，哎，万一碰到骂你的怎么办？啊，如果是对的。没有。不，如果是对的话那要接受的哦。但是如果就是无脑喷的话就随他喷了。也看得很淡，反正做自己。如果错了的话我们就改进啊，不断学习啊。好，那下一题是，休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呢？做音乐。做音乐啊，那不是工作吗？已经融入生活了。对我来说做音乐好像不大像工作。好像是一种放松，是一个享受的一个过程。已经融入到自己生活当中了，已经没有那种工作的枷锁和负担，平时生活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玩音乐和做音乐，是吗？对对对。刚刚红毯采访的过程当中，你不是非常喜欢吃小龙虾吗？哦，对对对，今天刚刚回国，然后就点了家乡菜，然后吃了小龙虾。是吃货吗？我吗？我吗？我还行吧，但他是吃货吗？各位粉丝们，是你们真的好懂啊。还行吧，对。好，下一题，分享一下最近做过的最为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哦，最近跟国外的音乐人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乐器，然后跟他们在交流过程中间，他们都发出了感叹说啊，中国有这么好的乐器，他说是 amazing。 然后我希望以后在我的音乐的风格上面，特别是能够表现舞蹈的这样的音乐风格上面，多加入一些中国的元素，让我们的民族的东西走出去吧。好，那下一题是最近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呢？因为刚刚发了一首歌叫《我不好》嘛，那个叫做情歌第一弹嘛，那就肯定会有情歌第二弹，对吗？然后还会有一些新的作品会跟大家陆续见面。这次在我其实这次做了还蛮多歌的，大概做了18首歌吧，在短短的时间里。有的听了。但是这些歌我会在还会继续做，然后会大概做大概几十首，以后在里面挑选最精致的，再出一张小的专辑吧。很挑剔啊，先过自己这一关，然后审核完了自己觉得很好了，不断在打磨之后再呈现给喜欢你的这些粉丝朋友们。接下来这一题一看就不是粉丝问的，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这一次来到 HM 超频日的感受，三个词语，我们现场的这个热闹的程度。紧张，感谢和期待。好，下一题，秋季必备的时尚单品是什么？鞋子、帽子、包。好，元素呢？你一般会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小技巧在里面？比如说帽子，我喜欢中间有一个 logo 叫 H&M。接下来我的广告词要都给你念，可能会比较管用一些。好，接下来的一题是此时此刻最想对粉丝们说的话是什么？请期待张艺兴最的音乐。还有呢？没了。好，其实作为 H&M 的粉丝，我们也除了期待音乐之外呢，也期待艺兴可以跟 H&M 一起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带来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回馈到各位粉丝。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感谢艺兴来到现场跟我们做那么多的分享，也希望以后在音乐道路上有更多的好的作品。我们还要听演唱会呀，还要听好听的歌呀，对吧？我尽力。谢谢谢谢艺兴，可以去台下休息了。谢谢艺兴，谢谢各位。来，最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给到艺兴。